位观众朋友你好，非常欢迎您收看大法古节目。谈完了虚荣呢，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谈一谈懒惰。懒惰有什么不好呢？懒惰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烦恼和痛苦呢？让我们来请教圣严法师。师父您好。陈小姐好。是，师父，我想提到懒惰，大家都知道懒惰是什么意思，不过您能不能从佛法的观点来看一看，就是说从佛法的观点来看的话，懒惰应该怎么解释？懒惰又叫做懈怠，懈怠跟精进呢是相对的，这得过且过，那是懒惰，或者是呢，自己没有想要完成什么，但是呢，有的呢，是想要完成，但是呢，就是呢，身体没动，老是在空想，而不是啊，去跟勤奋的呀，去实践，去努力，因此，对于一个懒惰的人来讲的话，他自己是很茫然的，懒惰的人往往自己觉得很忙的，这是一个非常，这个奇怪的事情。对呀，为什么懒惰会觉得自己很忙呢？因为他自己的动作很慢，或者是呢，他都不想去完成什么事，因此呢，他就觉得事情很多，周围都是他的事，甚至于吃饭拿筷子都是麻烦的事，都是一桩事啊，喝水要去倒一杯水都是也是个麻烦的事，任何事情他都觉得这么麻烦，就是任何事情懒洋洋都不想去啊动，不想去动的时候呢，就他就去感觉上啊，他的生活里边呢忙的事情太多了，每一个事情都拖着都没做完，每个事情他总觉得要赶，但是呢他没有去动，那么有的这种人呢，他不一定没有希望，有希望就是呢，没有去动。那也有一些人呢，他们一边是懒，一边呢他们也是真的什么也不想做，那一种就是一种自暴自弃的人。又问他有什么希望吗？他没有。有什么目标吗？也没有。那活的一天做什么？这有什么办法了？那只有活了，活下去不知道做什么。一方面他的能力是有限，也找不到有工作的机会，或者是呢拿到工作以后他也没有办法完成，所以呢就变成了游手好闲，好吃懒做，那就变成这种懒人了。那么这种懒人呢，是蛮痛苦的，因为自己是无能，那一方面也让人家看不起，那自己呢也没什么事情好做，什么事情呢到他手上都做不起来，都做不好，那这一种啊，比懒猫比懒狗还要糟糕。懒猫白天睡觉晚上还叫一叫，懒狗这个整天睡觉，有人经过的时候他就汪汪还会叫一下子啊。那这种人他这个无所事事啊，他总希望能够啊自己活下去，活完了就够了，没有想到有什么事。那么像这种人我们世界上的还不少啊，我看到这个我在西方这个美国啊，我看到许多的黑人啊，他们一方面他们受的基础教育差，他们的家庭本背景就是不让他们受教育，或者是他们没有意愿要受教育，因此呢他们也没有能力，那整天都在坐着玩的，坐到门口这个戒严上，整天都在聊天，年纪轻轻的就是没有事情可做的，那因此呢就变成很可能呢变成了一些犯罪的行为啊也会出现啊，因为因此这个懒是这个既然不能够上升，甚至于就是
很容易下堕的一种现象。是。那么这个懒啊，跟平淡，懒惰跟平淡之间啊，是不是也是有区别的？比如说懒惰的人，他是说他不去追求，他不想去追求，那平淡的人他也不积极于追求，那可是他们两者之间有没有不同？我想这个差别很大了。所谓平淡的人，他有条件生活，就是说他能够生活得更富裕，但是他没有追求富裕，他能够豪华，但是不去豪华，他可以工作，有很大的能力，很强的能力，但是呢他想休息休息，这个他没有想要去工作。那他这种过平淡的生活的人呢，他可能呢看看书，看看画，写写字，听听音乐，他还有人的情趣在里头。这种啊，可能比较重视精神上面的精神上的一种生活。有的人他生活在山里边去，有的人到海边去，有的人到乡下去，他就过非常平淡的生活。但是他是有条件的，他们这些人并不是说他们无能，甚至于他们就是清高于这种啊，他们是希望享受生活，享受这个悠闲的、平淡的、安定的，不受啊这个都市生活或者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些人际关系的复杂的问题的这种生活啊，这叫平淡的。那这懒惰不是啊，懒惰他是无能的，他自己本身呢不能做出任何事来，他也没有想要做出任何事来，或者是呢人在一生的过程之中也有一些阶段呢，他就是懒，他就是对前途没有希望，没有想要自己要做什么，懒一段时间，懒一段时间以后呢也可能有一个转机出现呢，他又有去找工作，而且很积极的又开始。所以懒惰也并不一定就是说一生都是懒惰，可能有阶段性的。可能有阶段性，有阶段性的懒惰，不是很坏的事，也可以说是个调剂，暂时停顿，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对，是，谢谢师父开示。那么懒惰呢，可能会替我们带来很多的烦恼和痛苦，让自己不仅不能上升，还会往下降。那么怎么样来消除懒惰呢？让我们在下一集里面，欢迎您继续跟我们一起分享佛法的智慧。